敬请收看《台视八点档》《江山楼》。西元2001年的热天，台北城外淡水河同款是点点慢慢在流，流过数十年悲欢岁月，嘛流过大稻埕。日本时代的大稻埕，未输上海十里洋场，是淡水河边上繁华美丽的所在。淡水河佮亲像一个老人，点点啊看到大稻埕内底风华沧桑。人讲无看见夜大，免讲大稻埕。大稻埕内底规水家，过去都住着真侪夜大。每天暗时有真侪夜大，坐伫个手车顶，在这条街啊来来去去，冒真侪夜大，我伫窗仔边西装穿起。除了夜大，在这条街啊顶，还有一个我梦中思思念念的所在，一个写着我人生悲欢离合往事的所在。阿嬷，这就是江山楼。哎咱去洗了呀！哎，等下，等下，人这红地毯是进场交代要铺好也忘记了哈。哼，骗人嘞，唔办，
白白死夜大，阮是安怎袂用行啊？就是，同款无同在乎啦，要行用一啦，等候阎王行过，你才行。什么啦？各位各位，即卖大场埕第一夜大吼，迎春哥的小魂归来了。无啊！你咧小阿去看，你站遮咧创啥啊？记者，谢你啦。什么啊？小爷大阿去过去，搁起笑啊！唉，啊阎王有安怎无？阎王人无安怎？啊，只有人哩多。真傻，各位大爷，我恁等下会过吃歹势。
佳姐来，佳姐。艳红啊，来，来坐在晋桑的边啊，哈。晋桑。大雪夜冻，哈，都爱和晋桑等个日头落山，嗯。哎呦，晋桑，人阮艳红哦，为着要今仔日出镜哦，是我认真的哦。七早八早就起来，你西装打扮，安尼豆豆啊，捡捡个咧，淋淋淋水当当，你知无？亚蒙啊，看真是是安尼啊。晋桑，你讲呢？亚蒙啊，晋桑哦，凭良心讲啊，那你亚蒙确实有影天生丽质。其他在吼乐团，多一个也无法度甲你比啦，哈！晋桑哦，今仔日想要甲你介绍一位足特别特别的人客哦。哦？就是伊啦，伊叫做永明先生，是台湾日日新报社新入来即个记者，专门派来要采访咱大稻城民俗文化特色。永明先生。你好，好，你好。点菜哦，先生，请你点菜。杨明兄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江山楼的料理啊吼，还佫有阮花月楼的盐风，迄都是阮大稻埕哦两个上大的特色。你若要沾这两项的菜哦，啊，你就对啊啦。当然当然，尤其是这款特色，是这么迷人。晋桑，阮江山楼上界有名的料理，红烧腿骨、金针虾、火腿包、鸡脚蛋、八宝钱、菜皮鸡、腰子饼。啊，好啊。总部是不是罗江西啊？罗江西。罗叔啊！哎呦，李罗啊，你是咧创啥货啦？哈、啊，越南这个宴席是有名记者在做呢。啊！晋桑想讲要请这个记者找咱江山楼湾做一下宣传的，也恁两个在么提什么提啥啦？严哥，严哥，啥物啊？啊！我都敢那爱食到江山做的料理啦。啊！好啦好啦，晋桑你莫生气，到江山的代志我来处理。好，我随来，我随来。无你好呀，进来啦！哎呀，晋桑，你安尼看阮杨鹏啊，这尔有够重。讲伊是哦，大中埕上界水的风景，无安尼啦，唱一块啊曲哦，给大家欣赏吼。杨明兄，予你欣赏阮哦，艳红看歌念到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哈！请各位多多指教。哎，叶元博朋友人客啦！哦，叶元博，哎，进进
就是你的功夫出来，迄人家吼，指定点名要食你煮的菜。哎，先上楼去啦。出来，经理啊，叫江山来开灯，就改名炒菜啦。嘿，无啊，总部菜，那你吃啰嗦啥话？啊，这是正常指定的。我无要煮条死虾食啦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即个啦，莫安尼啦，伊正常哦，伊本来是检办事务所的股东兼董事呢。啊，若咱只业主啊，囝仔是拢属伊咧管的呢。啊，总统府那参与伊咧行到噶，伊若脚咧站一个哦，吼，咱迄只业主叫他放他一马，是不能讲介计较的哦。好啊好啊，你若是讲煞话，我讲明就明的啦。好啦，你若有才调，恁两个带去甲警察讲，讲伊要煮饭食啦。无啦，经理啊。我无这个意思啊！好，你唔敢跟我来讲。你妈的，你讲阿叔啦！你哪能继续落去哦？我真正哦，你还要等到我真正输你啦！罗干仔，你敢知影吼？今日进展哦，啊，点出去的是我源头，阿我来看了。你出工哦，唔好表现哦，好啦，乖乖，来啦，来来来啦。啥款啊？真好，这恐惊是我一生当中见过上水上难忘的一幕。是会啊，袂啦！炒菜就炒菜，但不是变高人个。这都安那害，你敢会坐稳？安那菜咧炒起来敢会芳？菜，正常我啊，那品这個菜味，我看菜色，敢讲这道菜是洛江西菜。哦。这道菜菜名一定叫做快炒瓦龟形吧。正常，确实有遐内行啊！哎呦，迄个鸡拢嘛台式才落炒，什么咧快炒瓦龟形咯？你是不信？哎，是哎是，正常，要不你说明一下，什么叫做快炒瓦龟形？对，
是安怎叫做快炒瓦鸡胸啊？迄就是讲哦，掠鸡甲韭菜，互恁食，啊，这中间袂用超过三分钟。也嘛用个讲哦，鸡挂血了，利用这只鸡规身骨的血也袂焦哦，伫个伊的壳面只，赶紧淋烧水，气门也快都出这两块壳面。啊，再落鼎炒来，互恁食，袂使超过三分钟。啊，唔是干那呢啦，一只鸡干那食这壳面呢，剩的就无咧食。鸡肉吼，食喺嘴内面，你个包吼，伊个回来，你甲你吐刀起来，包落个吐刀起来，看这鸡肉话好食就好啦。这么好食鸡肉吼，阎王阎王，先食试看卖啊！用面兄，食哦，摊小大家吃，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，汤汤汤，要吃汤要吃，哈哈哈。顶这个江山楼啦，食台湾料理啊，叫夜店陪酒啊，就是阮做台湾人啊上流行、上风雅的代志。永安，你嘛亲身体会到啊，爱发挥一下，发挥一下，写一条啊文章哦，讲介绍江山楼的这个料理啊，哈。伊问我真欢喜，等伊了后，我一定好好写一篇文章，介绍一下夜店，甲江山楼内面所有一切。多谢，多谢先生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够呀够呀，咱大家尽量来期待嘿，快变哪发挥啦，把咱大稻田两个上大特色的风景，我快变哪写给咱看来。四鬼子。家长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好啊，我你真多烦。袂啦，袂啦，袂啦，袂啦。什么怪哦？拢爱怪你。当初咱漳水过的人，大家都讲赞成，讲叫伊啊，安尼去小便宜啦。结果就干那你同情伊，什么你要甲收留起来照顾咯？结果哪有啦，放眼啪啪走。嘿，阿奇苦的心内啊，拢想讲伊还搁咧做夜店。还要去出局，也唔知定定偷走出来这个夜店家啊！老先生，你来吃。不告代理，来这下告代理吼，拜托姐。老先生，行，咱行。不用啊，等你是要甲我拖去倒位啊？那今日就走来行啦。阿杰哦，谢你啊，阿杰哦，阿你要倒位啦？哎呦，阿娘喂！我要来点分盘，我唱歌给你听。笑话啦！杨英是伫拖西脸啦，我是惊啥物口西运啦，我是去抢着啥物乌龟还是白虎青？小凡龟一个水水的红阿面，已经找到花白脸了。小云龟出去，我无开枪嘛有开白，人讲互痟的拍着都无地躲，我干那收着我开伊的钱，我都足艰苦啊！小云龟啊，到即马我是安怎才好啊？老先生，我出来啊！老先生，紧嘞，你紧甲我讲，我请你甲我训的遐夜大囡仔，用得出西袂？哦，啊，你是讲小金鸡是？对
对对，小金鸡、南鸡、甲北鸡拢会晓唱啊吼。啊，唱是会晓唱啦，要唔过哦，伴奴也无知咧。啊，伴奴也未知啊，那呢，下那甲大琴呢？嗯。啊。我靠！我靠！小云规个面青甲咧花八二了，下好也袂完全。小金鸡阁袂个出世，这明明就叫阮迎春哥爱关门倒搭，拢歹趁啊！哎呦，我靠！哎，老先生啊，你伫咱大酒店。算起上界出名缺身的呢，啊，一个大囡仔，真是得训练遐尼啊久哦。就是安尼讲，老先生，你应该不是超工讲哦，把伊留起来，要加赚一寡薪资嘞哦。啊，但你嘛知影，栽培一个大囡仔，上无嘛得爱三年四个月。啥话啊？三年四个月，伤久啊嘛。久，啊，那是小金鸡这班的。换做去别人遐学啊，莫讲伊个三年四个月，就是四年三个月，敢那学一个走路嘛走袂在。哎呦，老先生，无是要怪偌久啦？上无嘛就要一年半载。啊？哎呀，啊我这下真正是火烧高粱，全无望啊啦！连动抱欢迎，车怀梦叶香，风花为秀锦，撇月照雕梁。春意将云抱，秋心似水凉。冰雕用镜下，秋天幽怨香。我来看，啊！恁艳红是当时才要转来，甜蜜啦！哦，我来等几波了，哇，等几波算啥？哦，我用等挂过外个啊！艳红先生转来啦！各位阿婶，大家好。艳红小姐呢？艳红小姐，艳红小姐，艳红小姐。我娘王伫咧洗一下手面，咱出来陪阿婶咧饮茶啦吼。哦。哈哈，阿婶，啊无恁哦，去小坐一下，我另外甲我娘王哦西装打扮啦吼。哦。娘王啊。娘王。啊！你迄个三斤换一个，出来共点红盘，人足忝的。好，阿婆你小休困一下，我先出来给你按来哈。大家娘，不是啥人对厦门转来啊？哎呦，本是啥也转来啊啦！本是啥是咱的大客户呢？你去换一个衫，出来给点红盘哈。是甚物人派人来遐粗啊？哦，迄是咱大酒店的大弟兄林少爷。哦，原来就是林少爷。林少爷。啊，我来看，即届我厦门转来吼，买都是高级的布料，吼，啊，佮有盐行要用的文房四宝。你敢知影？即届转来吼，我连厝都还袂转去的，我就直接来看盐行啊啦。安尼哦，那么麻烦你，佮
靠边啦，哈。哎呦，文生少爷，你是都足甘心的哦。你等一下吼，阳光水出来啊。阿宽呐，啊，进来啦，进来，甲文生少爷，啊，可以倒下倒地啦。不要紧啦，我等啦。严宏哦，唔是啥物凊彩人，伊都愿意去。假使今日我当去严宏这边，都算讲等三四人，我嘛感觉足有价值嘞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嘴哦，甜敢那热热锅嘞。等下严宏哦，他给你点红牌时，再搁请你食甜，我大家拢大赚钱。啊，严宏啊！各位阿婶，阮严宏哦，为着要感谢各位阿婶的对伊疼惜，即马要甲大家点红盘啦。各位阿婶，加油！加油！感谢，感谢。嗨，林子。嗨，林子。哎呦，多谢哦。什么？伊拜托我点分，是不是无爱搞假烟？啊，假点的啊！假烟，假烟啊！请饮茶。翩翩艳影喜相逢，桃红柳柳伴相随。名花名树送作堆，小五相思万万重。严红小姐，你看这首诗做得安怎？严少爷。你拄仔念的迄个诗句，应该是名花名树喜相逢，小曲相思万万重。这敢若伫即期的即个翻阅簿顶头看哦。咁安尼。这首诗偏偏艳影的艳，桃红绿柳的红。文生少爷真用心。将严鹏的名放伫诗内面，严鹏真介意。哦，我就是安尼啊。是啦是啦，我就是挑故意将你严鹏两字吼藏在这首诗内底。
作诗写文章甲画图同款，拢是先为模仿开始。对，亚芳小姐，你讲了对，讲了真对啦。各位阿婶，咱即马吼，都来欣赏亚芳唱曲啦吼。无要紧啦，我较细腻就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等等，亚芳小姐，啊，你是玩鸟危险的，来来。亚芳小姐，你搁坐看卖，看会知袂？若袂知吼，我银票搁塞落去。本身少爷，你是糟糕听阮念风啦，迄金票安尼塞落去哦，都稳当当。念风啊，我们紧甲本身少爷说多谢风啊，多谢。唔免啦，阿哥来看，我看你用这个钱吼，买一块较好椅啊，给念风小姐坐啊，哈。明仔载就来买，多谢本身少爷呢，来来，再坐再坐，再听念风唱曲哈。这个小丁哦，过去叫毒药气嘛，张太太的。哇，澳洲气派呢哈，哈哈哈！张太太在上海哦，还佫唔捌吼有这个澳洲式，伊眼看一定足欢喜的。系啊。嘿，我们主要袂看到受气啦。先生，嘿，你来啊。宋太太，恭喜恭喜，生日快乐！多谢多谢。是新鲜的鸡卵糕，足特别的呢，我拢捌看过。红花也该有绿叶来陪衬吧。金宝小姐，今晚的堂会大家都说您唱得太好了。哦，宋夫人在等着跟您见面。我去洗手间。
帮我拿一下。Boy。好了，扇子可以还我了。这一块钱小费是给你的。哎哎哎哎，你们宋家的仆人不但人长得体面，连制服也挺可爱的。龙金宝养的唱的真管好。宋夫人今天生日，金宝怎么可以唱得不好呢？真会说话。嗯，这杯我敬你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谢谢，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。谢谢谢谢。您送进来。哎，这边有个陈太太在找你。金宝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？有机会的话，你这里表演结束之后，我想再请你到大稻埕去表演。这个大舞台戏园子还有几天的戏，要回去大概也得等十天半个月。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金宝一定全力以赴。那我就先谢谢你哦。宋夫人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金宝真周到啊！打开来看看。哎，好。那么漂亮的扇子，这扇子看起来挺眼熟的呀。这一把扇子是梅先生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用的道具。哦，我知道宋夫人很喜欢梅先生的戏，所以我特别从上海带了过来送给你当作纪念。哎呀，真是个好礼物。金宝啊，让你费心了。快乐，妈！妈，那他是妈。嗯，你许个愿吧。好。阿伯，来试看麦啊！我做一遍过。明贵啊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啊？过做鬼人过啊？多谢阿伯阿乐。哦，厉害厉害。金宝小姐，谢谢你的打赏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宋家的大少爷。金宝小姐，这蛋糕你口感应该是不错的。这蛋糕真的是你做的？嗯哼，你可以试试看呢。今天晚上这场堂会，我妈很开心，谢谢你。那我也得谢谢你的蛋糕。对，没什么，一点小玩意儿。宋家的仆人不仅人长得体面，制服也别致，可还会做一些饼干、巧克力什么的，下次要请你尝尝。你不要再笑我了，一般的男人是不会像你那样穿着围裙的，所以还以为你是仆人。
能够为这么漂亮的小姐服务，做一个波姨也很开心啊。金老板，我们要走了，是不是要送你一程呢？不用不用，我来安排。好。我看天也快要下雨了，不如让我送你回去。瘦妈，瘦妈，哎，来了来了。金小姐车来了没有啊？来了，门外等着呢。金宝小姐，今儿晚上谢谢你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歇着吧。谢谢夫人，那我走了。银贵，有宋妈送就行了。天都快下雨了，怎么不让我送她回去呢？宁贵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宋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。你交往的对象虽不一定出身王公贵族，但最起码也得门当户对。干净，干净啊！啊啊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啊啊！好，我两分啊，一个干三毫哦。哦，我来，一个干三毫，我两分啊。好，哦，来来来，多谢。哎，点完是不错，哈是啊，抵不住啊。哦，一个干三毫。哦哦哦哦，是，哎，来来来。哎，进上就无滴哦，帮我安呼啦呼啥啥啦，哎，你好，啊，杨明进上有滴哦，哎，排起来，进上无滴哦，去台南州啦，哦，去台南州哦，是啦，哈，杨明先生啊，进上有交代吼，有啥物代志哦，你最近来找我，我会甲你斗三工。那你请问一下，我踮咧啥物所在会当找到艳红小姐？艳红，要签王哦，你得去花花楼找啦。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嘿，免客气，免客气，顺家。有够孝顺，地瓜骨，一个小记者敢要怕艳红？哼！阿爹，你艳红姐进出来看，什么代志啊？七早八早起个叫，恁去楼卡看就知影啦。杨红姐，在这啊！哎呦，杨红啊，是谁给你一张相，这么水，搁这大张啊？是我。
是在下午时间喝的。你这个外国回来的，吃的用的什么东西好像都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从国外回来，我就叫人呢把我上海还有台湾的这个房子呢重新做过。我是根据这洋人的这个厨房呢所做的样子，明亮而且干净。许多东西呢也是我从上海租界去帮我买回来的。这些也是吗？这些是我从英国还有法国把它带回来的，他们也喜欢用一些香草植物来做料理，其实里面有一些跟中国人用的还蛮相通的呢。这么多瓶你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吗？好吧，现在你可以尽管烤了啊。这是什么？简单了，这丁香嘛。这个呢？这是肉桂啊。这个呢？这个简单，这个是豆蔻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，你尽管烤吧。那这个呢？香香的，还带一点甜甜的奶味儿。还有一种酸酸的柠檬味儿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味儿啊？什么？这什么味啊？香香甜甜的，有玫瑰花香，又有一种栀子花的香味，又带一点淡淡的草香。你骗我！你好坏。四帖老年代，悠悠出庭不染染。一般的文人写艺段，不是讲艺段的诗，就是讲艺段的艺，总是会较风花雪月。你的文章
等到较成社会，该做才会批评。大曼丽，严梦小姐，你看出来是唔？就好诶，我阁惊讲写甲伤明白，会叫主编提掉，所以只好含沙射影，结果也是叫你看出来。知影我伫咧批评减分制度，知影我对有坚持、有尊严诶艺团诶尊敬。情人虽然爱提防有年念心，嘛是同款爱甲有年共存，这就是艺团悲哀甲矛盾。你常常来哦。前两天啊，我才发现这个所在，普利路是大稻埕少数的西餐厅之一。这个所在音乐甲装潢，拢有淡薄仔欧洲日文沙龙的气氛。伊我第一遍行入来遮，我就介意着这个所在。迄个时我心内咧想，你定嘛会真介意这个所在？干嘛呢？你哪会这么肯定？烟花节，我是在想无呢。这个姚明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记者尔，想到严宏都还陪伊陪啊这么久。姚明先生也是晋商介绍的啦，啊，晋商是检判事务所的股东兼常务董事呢，专门来管阮艺团的啊。伊若咧动一个脚吼，阮就哪地动呢？不但是阮那漳水街遐艺团，就是大稻埕所有的艺团，食穿拢嘛爱看伊的头面。所以吼，晋商的朋友严宏不得不信，啊，小李应付一下嘛吼。话是安尼讲，吼唔对，啊，不过要应付嘛，不是安尼应付啦。啊！你陪伊陪几工，成啥体统？卖生气吼，卖生气啦！唔是我咧讲你啦，你做安尼吼，新阶段是咧成甲无一个款，早办出代志。是，我会改。啊，我来看，自从严鹏挂牌到即嘛，我一直甲彭丁拍到即嘛，已经两三冬啊。你敢不看过发展别个阶段的反应是无？是，我知影吼，文生少爷吼，对阮杨鹏足有心足爱好的。知，你敢出一支嘴安尼啊？我毋是甲别人同款，爱排队等甲有闲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我实在袂当安尼忍受落去啊。哎，小姐，你回来啊。杨鹏，你是头边头尾啊，叫人家等，让文生少爷来等你几工啊呢？严鹏小姐，啊，你的腰话，敢要叫阿宽出去买一挂青梅，互你做小爷吃？文生少爷，既然你已经等几工啊，也是较早回去休困哈。文生少爷，不，你搁地人哈？
来看麦。杨红啊，你想哪啦？人安尼等你规工，你含插都袂插人，我来做你入来房间。我有插啊，唔是叫伊较早回去休困。哎，阿娘，原来我画图，伫个西方叫印象派哦。你莫甲我讲遐有诶无，我听无啦。今日一束花衫做陪人吼，我想要甲安南吼。你是安怎啦？外面哪会这么烧？我到底是安怎？少爷，杨红哦，可能在困啊啦，啊不，不你先回去，明仔再走过来哈。哎，是少爷。杨红。是少爷。杨红。哎，不是少爷。杨红。杨红，我袂当恁来啊，嫁我好不好？